用的就是一个 match， 加上一个 index， 再加上一个 row， 因为我要参照到什么那个位置啊，比如说我今天是第几栏，那第几栏跟这个列关系刚好是，就是刚好是减一的关系，比如说第三列，刚好减一之后就第二栏，那第三栏、第四栏一直累堆，这样向下填满，这样就刚刚好哦，可以达到我要的这个结果。那可是问题哈，这个 match 加 index 哈，它怎么做出啊？最后再做一个 row 了。不过我们可以分阶段来看，就是基本上哦，如果比较复杂的函数了哈，你一次做不出来没关系，你可以分阶段做。比如说呢，一般 index 再加 match 都会先把 match 先做出来，再来做 index。你要一次哈把 index 再加 match 哈，你会头会昏呐哦，因为太复杂。像刚刚这个公式，一看就觉得哦，这个要一次把它做到位哈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我们把它分两阶段来看。第一阶段就是说哈，我们先了解 match， 那 match 函数哈，首先的话一样在这个里面找到一个 match，match OK， 那 match 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什么，在阵列当中找到相对位置哦 ，OK， 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比如说呢，我今天要在这个编号，因为我要根据编号哈、去找什么呢？找这个 array 的话，记得按一个 F3， 也就是说呢哈，我要找这个编号，在编号里面的相对位置在哪里？那比如说002，在编号的这个范围里面呢，它是排第几个呢？排第二个。那另外第三个 match type 哈，它边有一跟零啊，如果零也是一样，完全要一模一样。那一的话是找接近的，另外还有一个负一，这个跟 VLOOK 函数哈差不多，可是哈特别重要，它多一个负一。VLOOK 函数里面呢只有一跟零嘛，它还有一个多一个负一哈。不过我觉得 match 这个地方做的比较好，为什么？因为VLOOK 函数里面的一哈，它指的就是说呢哈，找最接近的，但不大于，找最接近的哦那个值，但是不那个值哦不能够大于你的那个要找的那个值，就是一定是小于的值，它会往下找，不会往上找哦。等一下应该有类似的范例还要讲，但是呢 match 的话，它可以借由一跟负一去找要大于的，还是要找小于的哦，可以借由这个一跟负一哈去做不同的去挑选哈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哈，因为这个范例里面没有了，我们先用零好了。如果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去了解一下，啊，详细的说明在哪里？函数说明里面都有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找到的位置是2，按确定。可是问题，我今天不是要2啊，我今天要什么？我今天要的是，这个的2的整个的位置里面的什么了？比如说一整个对照表里面的有没有？我会找到它相对的位置，然后呢？但是这个相对位置呢，不是在这里，而是在第二栏的位置，不是在第一栏。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用 index 的话，那这个 index 哈、还要配合一个 index 什么意思呢 ？index 会跟你要三个讯息，第一个讯息，你的对照表在哪里？那第一个对照表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 lookup。第二个是你的位置是在第几列？那因为我们是什么？这个对照表里面的第几列？第二列。那第几栏？第三个问题，第二栏。所以你就分别啊，有点像填空题嘛，反正把该给的东西给它就完成了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首先哈、切到这个 match 这个页面，好，然后呢把 match 啦，如果你一次没办法做完，你可以分两次做。第一个先把 match 做出来，剪下来，对不对哈？再插入函数一下，找到 index，OK， 按确定。再来哈，直接按这个哈，第一个按确定。那他问你 array 就是你那个整个总表在哪里 ？F3， 整个总表就是我们刚刚这个 lookup， 对不对？应该 OK 吧哈？第二个的话 row 是列，那因为刚好我们 match 找到的是列，所以什么？直接把刚刚 match 公式啊，直接贴上就可以了。刚贴，再一次，记得就是哈，把它剪下来哈，然后直接再插入一个函数，然后直接的话把这 index 啊，这就是分别有点像填空题了啊 ，F3 lookup， 然后把刚刚的 match 贴上，哦，
列号给他了，啊，栏是第几栏呢？这个对照表里面，那我要抓第几栏呢？第二栏 ，OK， 按确定。好，有没有？这抓到了。那底下的话，哈，那分别是吧？找第二栏、第三栏、第四栏、第五栏。可是哦，哎，当然最好是直接向下填满就好了。可是问题向下填满的话，那你可以先锁定这个吧，这个勾固定位置吧，哈，按打勾。 那如果向下填满，它的列号会不会增加呢？哎，都一样，对，所以特别重要，这个不会增加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借由哈，我刚刚讲过了，这个数字哈，它现在是2，那我们假设我今天希望用另外一个函数来代替，哪一个函数呢？抓到第几列的那个函数，也是在那个参照函数里面有一个叫 row 哈。 在 row 里面，如果我今天呢，你这边打一个 row， 小括弧，它就会抓到什么？你现在在第几列的讯息？所以你这个时候有没有？你抓到是第几列呢？3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它会把3带过来。可是我今天不是要3啊，我今天要是2，所以把它怎么样？减一，减一之后的话呢，打勾，那向下填满应该就 OK， 为什么？ 因为等一下第四列，第四列在减一，不是第三栏，那刚好以此类推，第四栏、第五栏，所以我把它向下填满，哎，结果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就类似像这样的，反正那这个 row 时哈，插入函数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了，在检视与参照里面呢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 row， 一个叫 row 了哈，就是 row 列号跟 row 是不同，好，它参照一个。 里面是一个复数的啦，啊 ，row 的话是指单一个储存格的位置，那特别注意哈，因为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第三列的第三 C 栏，但是它不会，如果你今天用这个 row 的话，它不会管你第几栏，它只会管你第几列。OK， 那这个地方的话回传就是3，那同理可证哈，在那个上方有一个叫 column， 有没有？也就是说你将来一样可以用 column。 去取得你现在在第几栏，不过回传的话也是一个数字，它不会告诉你是 C 哦，它会告诉你是 3。OK， 好，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，我们这边最后做完类似像这样子，啊，所以我是分阶段，一 match 先抓它的位置，2 index， 最后我希望向下拉，所以我把它改成一个 row， 所以这边有3个都跟检视与参照有关的函数，好，试试看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